面对丈夫的离婚请求，碧珍表示强烈反对。对于阿健的开导，她是否能走出困境？因为自己的尖酸刻薄，碧善无意中得罪新上任的太子爷，他的升职机会会因此泡汤吗？惠瑶和碧善核对彩票时，发现碧让的彩票开头奖，夫妻二人会如何密谋呢？天宫藤憨人，星期五早上11:30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时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携手合作带给您。